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透过我来电视网的现场转播，是由联合晚报资深记者林球平、李医生先生和我张扬以及全体辛苦的工作团队一同来为大家服务。球平你好 ，Kristina King， 中距离，哇哦，追平两分，阿曼球是美国队再救回来 ，Andy Four， 在团队的一个数据都非常的平均。他们的身材就跟我们国内差不多，没有特别高的，最高就是183，锋线大概在175到77公分之间。哇哦，哇，进去转身遭到包夹，再分出来给到 King， 中距离把握住了。是的，美国队的球员他们的身材比较健，这个进攻还剩下十秒钟。Kristina King 出手，左手搭进。Kristina King 中距离，哇哦，追平两分，阿曼球是美国队再救回来 ，Andy Four， 再给到 King， 再次尝试有了，这是一个 long two 两分球。这场比赛两队的分差最大没有超过十分，而目前为止呢，在第四节剩下两分半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呢，两队是只有三分差的，又是 King 得分，但是日本队。Kristina King， 中距离，哇哦，追平两分，阿曼球是美国。